近日，王晶与周星驰这位昔日好友搭档再掀口水之战。近段时间，王晶与周星驰各自忙着宣传新片，被记者问及昔日的老搭档时，王晶批周星驰爱情胜于拍电影，周星驰则回敬电影拍得好才有钱，并称呼王晶为师。今天，王晶回敬称：“我一直都这么认为，拍好电影才能挣到钱。如果我可以用尽红颜知己的人际关系大赚一笔后，就视如陌路；利用尽生意拍档资金后，就独占利益与奖项；榨干主创人员的创作意念后，就据为己有，踢人出局，功劳尽归自己。会不会就能赚到更多更多的钱呢？”王晶此条微博中的弦外之音一波接一波，单从利用红颜知己人际关系大赚一笔后就视如陌路这点，令网友怀疑王晶是否在暗指星爷前女友、香港建设前熊谷组家族余静波的小女儿余文凤。